20日，钢琴家李云迪在微博发文称，我知道自己是胖了，但是倒也不必。原来是某新闻里错把李兰迪打成李云迪，闹出了笑话。随后李兰迪也转发了该条微博。在曝光视频中，男演员多次公主抱李兰迪，但因身材问题都以失败告终。非凡娱乐。